第三页，理事会工作报告。好，那这个我很简单的报告一下啊。第一个是法定会议，今年开四次理事会议。那么第二个是年度工作啊。那一网站建设啊，这是我们依据去年列的年度工作目标。那网站建设啊，随着我们的中文网站啊持续的运作，目前我们也推出了英文网站。那拜这个 Facebook 之赐啊，我们的中文网站目前的入会人数非常多，因为我们只要在 Facebook 啊做一个推销的动作，说我们这个网站是免费学习用。那 Facebook 很可怕，听说我这次看那个时代杂志，英文的时代杂志，它的这个创办人是2010年的风云人物，那么他们的这个Facebook 的注册人员有上亿。那排名世界排名人口是第三名，如果它是一个国家的话。所以我们任何一个风吹草动在 Facebook 上面，那就好像流行病，拥有流行病这个 PD 是不太好，马上就扩散开了。所以我蛮有这个期望，就是说以后我们的英文网站可以借由这种方式啊，能够很快的流传出去。那现在我让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的英文网站，我们是11月、12月做的哈。好，那这个 Facebook 这个是由 Drew 刚刚大家看到的，他所设计的啊。这是我们 Facebook 的英文站。那这样还不够 ，Facebook 比较属于广告性质比较多，我们只是把它拿出来跟很多朋友分享，但是它的设计并没有办法如我们的意思来设计的，所以我们接受了另外一个就叫创意总监他是美国人，他是科罗拉多州的那他就建议我们要成立一个英文网站。好，这就是我们的英文网站，你可以用人事教育协会中文网站点 English 这个区块进去，然后最主要的是这两个部分啊。Volunteer now 那 Volunteer now 进去，这个都是我们的教材这是我们的教材。那这个设计就是，如果大家看到这个教材有空格，这里有空格，就是表示外国人士他可以发心帮我们教书的，他就可以点这个地方去报名，所以我要教这一课，这是一个志愿这种志工表就给他填。那除了教材部分，我们还有这个其他的志工可以担任就是他也可以把他的作文给我们当教材。那第三呢，他也可以自己做一些影带让我们来学习，自己拍影带。第四是他也可以报名跟我们台湾的学生用 Skype 来通话，看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全班都接受报名。还有其他的志工方式，就是我看看有这个，他们可以选择当我们作文比赛的裁判我们今年的作文比赛以前都还需要花钱去请裁判，那么今年就是请英美人士来当评审，那他们都是义工那英美人士当评审的话这种等于说是可信度以及这种我们比赛的这种公信度都很够还有帮我们当编辑，帮我们学生改作文，帮我们学生的演讲讲评，帮我们学生回答问题这些都是他们可以自愿。再来 Learn Chinese 这个区块是为了我们台湾的大学生设计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思考，有时候我们请大学生或是国高中生学英文，他们压力很大因为如果我说这个美国的朋友要跟你讲压力大得不得了，我讲英文讲不好。那现在换个角度思考，我们去美国找那个想要学中文的，然后你是他的中文老师，不是他的学生，
那很多学生哦，真的哦，那我谢老师有教到中文，那他如果不会中文的话，他也有压力。哦，我当然，在过程当中，他还是不一定会听得懂我的中文，所以我还是要用一些英文跟他，慢慢的指导。所以说，两边的压力是50%。所以这样子鼓励学生啊，去当义工啊，当那个美国人或者英国人的中文老师这样子，所以这个欢迎你的孩子啊来报名磨练一下啊，当志工一个礼拜一次啊，他是跟英国人或者是美国人、瑞典人啊当他的家教啊，然后介绍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文字文化啊都可以啊。那这边这是我们中国人可以发心的啊，他是要当编辑、当志工，可是你要拍我们台湾的文化给他看啊。好，那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英文网站啊是1月1号启用，欢迎大家鼓励你的孩子呢来进来注册。好，再来第二项是师资培训啊，这个是我们既定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今年呢办了6次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元化，所以这样才获奖的哈。那这个师资因为大家都蛮熟悉的，所以我就简单报过啊。第三，教材编辑，今年的教材编辑因为有这个编辑团队的加入，所以这个进展很快。我们去年才编2-3册，那我们今年基础英文6册了，当然去年编了1册扣掉了，今年是5册，初级阅读12册，中级阅读8册。高级阅读4册，短篇看图描述1册，英文绘画1册，补充阅读1册。那目前在发展中文的，中文也1册，但是没有挂在网站。所以这样子一年的这个成果下来，我们编的免费的学习教材也不少啊。那么第四读书会啊，也是去年就固定的行程，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那么第5啊，演讲及推广活动。我们是在5月17号有到旧馆国小啊，是会计组长他们那个学区的啊，演讲这个如何学好英语啊，这是我去讲的。那18号是由郑冠龙教授来我们竹中演讲，25号是成大的文学院院长啊赖院长在我们这边演讲，那明年我都会继续邀请啊。非常感人的是他们这个千里迢迢过来那我们车马费还有讲师费什么都没有，都是他们发心自己要过来的。再来我们在9月13号针对这个美国这个 Upper People 的学生我去跟他们做一场英文的演讲，就是因为跟他们全团做演讲，我们的人事教育协会才打开了知名度这样子啊，所以也是很值得的。那18号到皮头国中演讲这个医师在英语学习法，这个目前是刚第2年啊，我相信再过。